这个。哎，眷属还没有全到。那他们今天会来？哦，会来会来，都会来。会来就签。好，谢谢。那眷属不用签吗？不用不用，你大家。所以就是那我们前面有点心，好，也可以打卡，或者在里面请坐，谢谢。有资料，不是，他是我眷属啊。没有跟他预约，没有跟他讲，他刚已经来过了。我们不要在这边闹这种事情，请不要猜，你是公民记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对，这里是公共场合。什么公共场合？这是我们。这是公共场合啊！可是我们都市的活动，不是大家都可以参与吗？我刚刚说眷属要签，他说不用。不是，他刚刚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那他为什么不能？那他为什么不能？我已经说不接受。那他进去不一定是采访啊，他就已经照相。他进去可以是。不是嘛？那我也有，我装机我手机啊，我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能在现场做任何采访，好不好？那现场不做，不是现场不做任何采访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这样子不好。不是，那他当我的眷属，是一个善良的公民该做的事情。哎，这什么叫不是善良公民该做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为什么叫不是善良的公民该做的事情？就不是很理性。那我哎，不是你，这刚刚就跟我说清楚嘛。他说我有报名啊，然后他可以带四个眷属进来啊。啊，然后我就说，那他是他一开始就已经说他不是跟你的，他没有跟你一起来的哦，好不好？那所以我待会不管带谁进来都可以。那我待会不管带谁来都可以。我们大家诚实一点，好不好？这个公民记者，我们进来哪里不诚实？古老王的记者也不应该这样子。不是，古老王我也认识很多朋友。我们哪里进来叫做不诚实？我不懂。不是，我哪里进来叫做不诚实？然后进来这边有什么好处我可以拿？然后我们叫做不诚实。对啊，所以你怎么可以？是哪一个单位？那你怎么可以挡他呢？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我们就主办单位的。主办单位是公共电视吗？公共电视哪个部门的？研发部。不是，那你怎么可以挡他呢？我真的不懂。因为刚刚他已经说他不是他不是什么叫做不是我们的人？什么叫做不是我们的人？那怎样？那你要怎么证明他跟我不是同一样的人？那他是你的眷属，请问你们那怎样啊？他朋友不行吗？何必用这样子？你们那个就是他刚刚自己先一个人来的。不是他什么叫他先一个人来，所以不能进去？他刚刚已经自己先表明他是苦劳，不是要进来采访。那好啊，那现在他不行，那他就是以我的眷属身份进来会怎样吗？这到底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我真的不懂哎，有那么黑箱吗？没有黑箱。那所以我带他进来为什么不行？他为什么不能进来？那他那你们那四个人，我刚刚问过了，我刚刚问过就说我带四个人进来就可以啊。我写了一加四的嘛，你去看，我写了一加四的，你去看。重点是他自己一开始来不是嘛？那你玩这个东西干嘛嘛？进去到底会怎样？不是玩什么？我进去，他进去会怎样？你先问会怎样？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你说呢？没有不可告。那就好。那为什么他不能进去？不希望你们干扰我们的整个。他会干扰什么？我会。不是你们最后不是有公民提问？这上面是公民要做提问的部分，那怎么会没有大家可以参与的活动？对，我知道。可是那有没有拍是一回事嘛？还没有进去到场内里面拍。我觉得你要不要阻止他拍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阻止他进去。为什么不能？因为他没有报名，我当然就可以。哎啊，那我那四个人，你又没有要求我要写谁啊？我现在说他是，那为什么不行？你这是叫做强词夺理，因为他刚刚一开始已经表明了他是另外一个身份。我完全是照你们的，我完全是照你们的规则。我们那边都有人在这边作证。那四个人，这个现在你自己很清楚，你刚是用什么身份表明想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无聊吧。没有无聊，是你们在这个借机闹事。这个怎么会是借机闹事？这怎么会是借机闹事？你们自己说一家四个人啊，我报名的。先撇开，我们先就他的身份来讲。那他为什么一开始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另外一个身份。那为什么你那时候还没出现？那是两回事啊。那有些他只要说他是记者，只要说过他是记者，只要说他是记者，他就不可以当我的眷属。那本来那一家四的人，那现在他又讲得很清楚，他现在他用我的眷属，现在他我的眷属身份的时候，根本跟报名无关啊，因为报名就是我可以带四个人进去，那我就现在带他进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身份已经被我们拒绝，为什么要这样？我真的觉得是你们在这边强词夺理。什么？你开枪是多余？你强词夺理，借机闹事，你们不应该这样子，是丢公民的脸。我想请问你啊，为什么这四个人为什么今天不是公司的问责？不是这四个人为什么？我们是很开放的心胸，肯定没有用这种玩耍。为什么不开放采访？我们没有，本来就没开放采访。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说这个会开放采访。因为公共电视问责机制的话，因为这些有涉及到来报名参加的人，他们有的人不希望他们曝光，
这是个人隐私，好不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来这边的。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公开的问责机制，要由社会大众来对公司提问嘛？那为什么不开放？或者他为什么会去开到那些来参加的人？其实我们没有开放，就是没有开放。好，那我觉得无论如何你不能阻止他进去。所以没有开放就是没有开放。也有公民记者也跟我们联络过，我们跟他讲不能。不是，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阻止他进场啊？为什么能阻止他进场？不是他就是我的眷属啊，就这样子啊，有什么关系？那是后来你们两个在这边串起来。什么叫我们两个在这边串起来？你以为我认识他？啊？那你不认识他，怎么是你的眷属？哎，这个就……那我为什么会不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他，我当然不认识他。你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他？不要这样子强词夺理啊！谁强词夺理？这样子啦。你找警察来把他排除嘛？你找警察来把他排除。还不需要那样那就好嘛？那他为什么不能进来？那他为什么不能进来？对不起，这是我们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进来？这是我们经营场，不是这那我也尊重啊，我尊重你照规矩规则啊，对不对？那我另外四个人是谁？他一开始不是用，那我另外那四个，这跟他一开始什么时候有什么关系嘛？为什么？人不要前后言行不一致，这就让人家合理怀疑你们的态度。什么目的？当然，到底有什么害怕的？我们没有什么害怕。到底有什么害怕的？借机闹事。我来。到底有什么害怕的？在里面借机闹事。到底有什么害怕？当然，没有什么还有害怕。到底你就是在害怕嘛？你就在害怕他进去。可是我们就不需要有人借机在里面闹事。你为什么认为他会闹事？他第一次想要闯关没成，现在就用你的身份，不是眷属身份。不是我们是媒体，我们怎么会闹什么事啊？只有记者你不让他进去，是不是？对啊。我的确进去，我的确进去会想问问题。对啊。我的确进去会对派遣官问问题发问题。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待会再带四个人，无论如何都可以进去，是不是？不行。啊！你现在又说不行，刚刚说你只要四个人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滥用了这个权利。我滥用了什么权利？拒绝。好不好？我滥用了什么权利？所以公司办任何活动都有权利可以。我滥用了什么权利？你事实上都不应该进来。不是啊，他们在做询问。我现在滥用了什么权利？我现在滥用了什么？你可以带四个眷属。你报名表上面就这样写了，我为什么是滥用？是因为你现在已经让他本来就被我们拒绝进场的一个记者，那现在让他闹你的眷属带他进去，你就违背了我们。你们是一个诚信原则，都没有写好，这是什么诚信？没有，我觉得在这边讲清楚。我觉得在这边讲清楚，那您是什么身份？您是什么单位？我是公职部，我面对。我们跟你换个名片可不可以？对，我是经过报名的。那请您去拿来。我觉得我没有滥用任何权利，你没有资格说我滥用权利。你滥用你的报名资格。我报名，你报名就是那样子，你怎么可以说我滥用？因为他本来的时候，那所以我问嘛，待会我要带任何四个人，是不是都可以？不行，那奇怪，已经证明你在滥用，他是犯了什么法？你说他，你说他进去叫做滥用。我觉得你这个人才叫强词夺理，你才强词夺理。说你留下我先出去，我报名的人，你有什么理由叫我先出去？我们内部先讨论。怎样？你不要插着，我没怎么。你有什么理由叫我先出去？当然有，我是主办单位的。怎样？那你要把我赶出去吗？你刚刚沟通一下，我们先进去。我可以跟你提交一张名片吗？节目来了。不必这样，没有啊，你可以把我赶出去啊，你可以把我赶出去啊。这个手是这样，怎样？拍一下，你们自己的什么样子？你可以把我赶出去啊，真的啊，拍一下。你要要的话，这个是什么姿势？不要对着有错吗？这是有错吗？我们先进去。请问一下，这是有错吗？请问一下，你们今天问责的做法，开放记者采访是确定的吗？你们要不要再讨论一下？对对对，我们再讨论一下。谢谢哈，谢谢哈，不好意思，谢谢哈，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是报名过，昨天还有人电话。然后在这报名的过程里，我就看眷属给四个，我就填四个人。里面也没有任何人要求我提供眷属的资料或者身份。那我觉得你们要不要记者在里面是一回事，但是你们今天没有理由说这个人他不可以进去，然后也没有理由说他刚刚这位先生讲的说我接下来任何带任何四个人都不可以。那今天到底我不懂这个报名机制是什么玩意？好，我们内部协调一下，马上给您回。好，那请你们赶快去协调好吗？好不好？我们协调完成之前就是不能进。你们去协调。那个，对，徐冠清，徐荣进来了，徐荣进来，然后徐荣进来，过来也可以，可以啊，可以啊。怎么可以用这个态度来对待别人？我不懂。我觉得其实不能让记者进去已经很夸张了。那今天那好，那他是我眷属，那他为什么不能进去？然后你们前面自己也没有规定这些东西，那你们现在凭什么来刁难？而且还立刻要否认我可以带四个人进去的权利，说我接下来都不行了，那这是什么意思？
有了，刚好我们协调。然后说我们要借机闹事，我觉得这很过分。我也许现场我会对公司有批评，但难道今天公司只想听好话吗？我不懂，对，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对我今天可能进去会批评，对，那怎样？那难道公司今天不想？我好奇怪，想要骂公司也可以进去，是奇怪，莫名其妙。对，那方可能主办的压力比较大一点，比较希望。那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这个场子，我能够怎么样闹，我可以怎么样？哎，你觉得今天就是来啊，听到一些批评，是啊，会怎样吗？公共问责就是听大家的意见，对啊。对啊，那我就不懂，那你今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对。不过进去以后，就是。尊重主办单位维持单啊，现场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参与的人的权益啦，就是进去想没有问题。那他有没有问题？那你跟他讲，我们记者不会影响到大家，对不对？对，就不要影响大家。好啊，我没有问题啊，我从头到尾不是我。我想他最担心的是怕会影响到其他报名的人权利啦。不是，但是我如果中间我有批评，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啊，我觉得公司也是想听这个嘛。对，不是怕批评啦，听公共问责就是有批评，对不同的、或者是其他资讯想多了解。对啊，那可不可以？我很怕之后啊，我就讲说他又说，主办单位会不会出来说我们什么闹事什么什么？我们会协调的，不好意思。所以说记者可以开放吗？对，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就是原则也还是就是尊重内部其他的一些其他参与的人。好，谢谢。